突然发现咱乐宝不就是绝世好老公模板吗？颜值高，爱运动，八块腹肌，重点是对老婆温柔体贴，用情专一，交配的时候不仅不像其他男熊一样暴打老婆，还会在老婆面前嘤嘤嘤，在外霸气侧漏无敌大佬，回家秒变温顺小奶狗。小时候为了追到爱宝，会进行充足的计划和准备吸引爱宝注意，会跑到离爱宝近的地方开始表演，变换各种搞笑姿势讨爱宝欢心，愣是靠着制造浪漫打败青梅竹马的华阳，最终抱得美人归。而且婚后乐宝也对爱宝始终如一，绝不在外面沾花惹草，老婆不在的时候各种偷瞄老婆，有了孩子以后任劳任怨赚钱养家，365天全年无休，挣到的钱都给老婆孩子花，对生活品质高要求，爱生活爱美食，对食品严选，不好吃的餐食绝对不将就，爱干净讲卫生，不仅每次去见老婆之前先把自己洗白白，每天开工之前也会先洗一把脸，婚后也能严格自律，坚持锻炼身体，单臂大回环，上树下树一气呵成，这么个帅老公可太让人稀罕了。最近乐宝又蠢蠢欲动想老婆了，你说他俩还能约会成功吗？